香炸平菇特别简单，一学就会，外表干香，蘑菇鲜嫩，特别好吃。这么简单你要真学不会，我让我小姨子拿着蘑菇上你家教你去。准备不花钱的蘑菇，咱们掰成小块，掰好的蘑菇咱们清水洗净，攥干水分，控水备用。咱们再调一个糊，准备面粉和淀粉1:1，拿笔记一下，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考。99粒食盐和一丢丢鸡粉，加入生命的源泉，也就是清水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把小疙瘩给它搅碎，搅成这样就行，跟酸奶一样。搅好的面糊咱们放入平菇，让平菇裹满面糊，油温60热，咱们下入平菇，用筷子一片片往里下，不怕烫的你可以用手一片片往里下，稍微炸一会儿就定型了。定型后咱们全部打散。看到这里，麻烦您用发财的手帮我点个双击吧，就是照屏幕上戳两下。定型后的蘑菇咱们捞出控油，油温再次升高，咱们下入蘑菇，这叫复炸，复炸外表会更加酥脆。帮我点了双击，祝你全家幸福，没病没灾还有钱花。炸至外表金黄，咱们控油装盘。今天隔壁老王来了，咱们炸的有点多，装盘后咱们撒上麻辣鲜，你也可以撒入孜然或者椒盐。我是涛哥，每天一道美食，每天更新一道家常做法的美食，关注我说不定还真有点用，感谢您的欣赏支持。